提到中亞嘅時候咧，相信大家都會聯想到金庸武俠小說《射雕英雄傳》嘅郭靖，佢喺大草原上面騎住佢匹戰馬，跟住一夜跳起，使出佢嘅降龍十八掌，打到啲金兵咧一撲一碌。OK， 小說就還小說啦。當講到中亞呢個地方咧，其實係由一大片嘅陸地啦、大草原同埋山脈形成嘅。而它的位置是屬於內陸的地方，所以無論從東南西北四個方向計一計的話，要成千幾公里才去到西邊的裏海，跟住去到千幾公里以外才去到南邊的阿拉伯海，然後就幾千公里才去到東邊的黃海和北邊的巴倫支海。所以呢，在工業革命之前來說，就算俾你騎住匹馬有馬車的話咧，你都好難去到呢啲口岸咧，同當地嘅人咧進行以物易物嘅交易嘅。咁另外咧，中亞咧係屬於温帶嘅大陸性氣候，即係温差好大，有時好凍，有時又好熱喎。同埋咧，海洋嘅水氣咧係好難去到啲內陸嘅地方嘅，所以係好少雨水。喺歷史上嚟講咧，住喺當地嘅人咧係好難透過耕種而有農作物作為佢哋嘅食物。亦都係好難定居喺當地嘅，咁所以無論喺地理嘅環境上啦、天氣嘅因素咧，都奠定咗住喺中亞呢片土地嘅人咧，佢哋形成一個遊牧民族嘅特質啊！佢哋咧經常都會騎住馬去不同嘅地方放牧嘅，所以咧形成大大小小嘅部落。咁另外啦，由於佢哋經常喺大草原啦、天生天養呢個天性咧，佢哋係超強壯嘅。同埋有超高的騎馬技術和射箭技術，一度成為世界上最強的騎兵。而今時今日的中亞呢，其實就是指歐洲和中國之間的一大片領土，仔細來說呢，就是當中的五個國家。如果從大去到細來說呢，就分別是哈薩克斯坦、土庫曼斯坦、烏茲別克斯坦、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。而斯坦的意思就是解地方，所以哈薩克斯坦就是解哈薩克這個地方。而我們今天就會介紹一下吉爾吉斯斯坦，它既保留著昔日很漂亮的環境、遊牧民族的文化，亦都有文明社會的一面和宗教自由的足跡。舉頭望明月，低頭思牛，不是故鄉。閣下邊位啊？失敬失敬，在下李白。啱啱去听公子所分享在下嘅故乡头头是道，亦都牵动咗我嘅思乡之情。昔日居住喺碎叶城嘅时候，估唔到吉尔吉斯系阁下李白嘅乡下。系啊，阁下有所不知啦。喺大唐昌盛嘅时候，版图扩大至中亚五个国家。而我就出生在吉爾吉一個叫托克馬克的小城裏面，屬於安西都會府最西邊的城鎮。大約在五歲的時候，我就跟回父親回去中原的四川居住。雖然在碎葉城生活了很短的時間，但是碎葉城的景色我依然是念念不忘啊！那裡真的很漂亮，我都去過。吉爾吉斯最吸引的地方，我們一致都認為一定要介紹這個湖，叫做以塞克湖 Issyk湖。當時不是很認識的時候，我們大家都給了一個花名啦，叫它做朱古力湖。這個湖是位於在吉爾吉斯坦的東北部，也是絲綢之路上面的中轉站。這個湖很大的，它長有182公里，闊是60公里，整個湖的面積是6332平方公里。咁佢係咧喺平均嘅海拔咧係1602米咁高嘅，係一個高山湖嚟嘅。咁佢都好深啦，係啦，深咧最深咧係有702米嘅。咁呢個湖咧好犀利嘅喎，佢都喺世界咧係有排名嘅。佢係世界裏邊咧第二大嘅高山湖，亦都係第二大嘅鹽湖，僅次於里海，亦都係第七深嘅湖，同埋第十大嘅湖。
咁咧，我哋去到中亞咧，真係體會咧，世界係好大啦，神嘅創造係好偉大、好豐盛，真係好靚咯。因為單單係呢個湖嘅面積咧，佢已經係比成個香港大啦。咁置身其中咧，的確令人係覺得好心曠神怡啦，身心舒暢嘅。呢、这個湖咧，伊什庫咁係吉爾吉斯話裏邊咧嘅意思咧，就係解温暖嘅湖。咁雖然咧，吉爾吉斯喺冬天係好凍啦，個氣温咧都係一定低過零度噶啦。咁但係咧，係呢個湖，因為佢個含鹽量係好高，咁所以咧佢係從來都唔會結冰嘅。咁聽講咧喺蘇聯嘅時期咧，呢度已經係一個好受歡迎一個嘅度假區嚟噶啦。咁喺北岸咧有好多嘅療養院啊、度假屋啊、旅遊勝地啊咁。咁雖然咧喺蘇聯解體嘅時候咧，呢度咧曾經一度陷入困境。咁但係好快咧已經又將呢個地區咧就翻身啦、重建啦。咁附近有好多嘅酒店啊、度假屋啊、旅遊勝地啊、啲觀光景點咁樣，就成為咗一個新嘅旅遊區啦。咁當地嘅人咧，其實一到夏天咧，六七八月到啦，咁就一定咧會去呢個湖區嗰度咧去度假嘅，一去就去一兩個月噶啦。咁我哋嘅大學嘅吉語嘅老師啦，或者喺大學裏面識嘅同學朋友咧，佢哋都好多次咧去邀請我哋，喂，嚟我哋湖區個度假屋嗰度嚟住啊，嚟玩啦、啊、咁樣。咁聽講話咧，佢哋嗰個屋咧。有啲就係喺個露台嗰度咧，一嘢就可以跳落個湖度游水噶咯喎。咁亦都咧聽講咧話佢哋屋企係有農場啊，咁又養好多馬啊，好多鷹啊咁樣。對於我哋呢啲土生土長嘅香港人咧，簡直係不可思議，覺得咧好新奇、好吸引，亦都係咧即係佢哋嘅生活咧真係好輕鬆、好寫意咯。當地人嘅生活就係咁噶啦，同埋佢哋都真係好好客咯、好親切咯。咁其實咧，我哋都去過呢個湖咧，住過幾日嘅。咁因為當中個旅程實在太豐富啦，可以好多嘢同大家去分享啦。咁所以我哋打算咧，日後就嚟緊會有一集專係介紹呢個咁豐富嘅旅程嘅。咁大家記得密切留意。講完水，梗係講山啦。吉爾吉斯坦咧有東方瑞士之稱，佢嘅大自然嘅風景咧真係非常非常非常之靚嘅，令我咧好深刻嘅。咁吉爾吉斯坦咧係一個咧好似被山包圍住嘅國家咁樣，基本上咧你無論你去到邊咧都可以見到山嘅。嗰陣時咧我哋就住喺佢嘅首都比扎海克，英文叫做 Bishkek 嗰度，咁大概咧海拔係800米度啦咁。咁啊，去到邊都會見到山嘅，咁亦都令我咧諗起聖經裏邊嘅詩篇125篇第二節，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，雅偉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，從今時直到永遠。回想我哋喺吉吉嘅生活，大概一年多嘅時間咧，的確我哋喺生活唔同嘅方面都係一直喺神嘅看顧同埋恩典嘅裏邊。衷心地去感謝亞偉神。今次我們主要就介紹阿拉阿川 Nature Park， 這個是吉爾吉斯坦的天山山脈高山國家公園，它是以流經它的阿拉阿爾察河命名的。這個公園它是在首都比扎海克以南的35公里，地點很方便的，那時候我們住在比扎海克的首都，基本上搭車是1小時多一點就去到了。因為這麼方便的緣故，我們住了一年多的時間已經去了3次了，每不同的季節去的時候就有不同的風景、不同的景色，的確是見到大自然的萬物隨著四季有不同的變化，不斷的更替，是很漂亮的。咁亦都令我諗起咧，係聖經傳道書所講，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。神嘅創造真係好靚，創造咗咁靚嘅大自然咧，一切都係為咗俾我哋去欣賞同埋享受。睇翻啲資料咧，原來呢個公園咧係喺1976年去成立嘅。咁公園面積大概係165平方公里，咁個海拔咧係入口嗰度計啦，係啦，就係1500米。咁一路咧行，如果你行入去嘅話咧，就去到最高咧就係天山吉爾吉斯坦阿拉圖山嘅山脈最高峰，嗰個峰咧叫做謝苗洛夫天山峰，最高咧去到4895米咁高嘅。咁公園裡面咧其實係好乾淨、好遼闊、好舒服嘅，每一次去咧我都係好開心嘅。景色是超級超級超級靚啦，係啦，去到係好開心嘅。咁裏面咧好大嘅，有20多座嘅大細嘅冰川啦，亦都有50多座嘅山峰。咁喺2017年5月咧，
公園的相機更加第一次拍到在2500米一個高山的雪地裏面有很多不同的野生動物，包括了有非常罕見的雪豹，還有野山羊和土撥鼠等等。這個公園是全年開放的，大家可以一年四季都去到，但最受歡迎就是夏末初秋的時間，很多人都會去野餐、行山、滑雪和騎馬，無論是一家人大小的輕鬆遊，開開心心去行山野餐，又或者是有些攀山專家、滑雪愛好者去，都是一個非常理想的冒險的勝地來的。2016年12月根據一間美國在線的旅遊公司 TripAdvisor 去發布，它各國最受歡迎的旅遊景點地圖顯示，阿拉阿查這個國家公園是吉爾吉斯坦最受歡迎的旅遊勝地，所以大家有機會記得去啊。去到9月的時候就是這裡的秋天，天氣非常之正，很舒服的。然後去到10月中就開始落雪，一直落啊落啊，就落到出年的1、2月左右。對於我們這些中國人來說，在這麼凍冰冰的環境底下，就當然是留在暖粒粒的家打邊爐啦。但是對於如果你喜歡戶外活動的你來說，就可以不妨跟我一起去體驗一下中亞的滑雪場地啦。燒滑雪場呢離市中心大概35公里左右，我們從市中心出發呢大概坐了半個鐘車程多啲咧，就去到呢個滑雪場地噶啦。咁我哋一去到滑雪場地咧，確實對我哋啲新手嚟講咧，就有啲大鄉里出醒嘅感覺啦。咁啊，望下周圍嘅環境，咁啊有一家大細嚟玩滑雪啦，有啲小學嘅團咧就嚟學滑雪，亦都有啲自己帶曬裝備嘅滑雪高手嘅。咁啊，對於我同朋友嚟講咧，一嚟到咧就本住唔好執輸、玩到盡嘅心態，喳喳臨換曬啲裝備，咁啊走出去，識唔識都好啦，體驗下呢個滑雪之旅啦。係咪好勁咧？當然啦，呢個唔係我哋嚟嘅，實際上我哋係咁樣，眼都冤啊！所以咧，都是帶大家看看周邊的情況啦。不如 B B 仔瞓緊覺都可以滑雪噶，只要爸爸帶住就得啦。小學生成班學滑雪就是咁噶啦，香港應該冇試過啦啩。我同朋友咧，最後仲有機會咧上咗電視台，喺個當地嘅電視咧報導出埋嚟添。最後，若果大家識滑雪嘅話咧，絕對建議大家坐纜車上到550米嘅山頂。直接一嘢滑到落去山腳，咁刺激嘅路線。好啦，播下啲航拍片俾大家睇下先啦。咁多好玩嘅地方，梗系要食饱饭先可以有气有力继续去玩啦。当地人个个咧都好有力嘅，因为佢哋好中意食肉嘅，因为有一片好辽阔嘅大草原，再加埋有天生天然嘅泉水，所以咧嗰度绝对系一个好优质嘅生长环境。所以当地嘅肉类咧都系绝对十分之优质，最重要系价钱十分之便宜，简直系平靓正啊！而当地人咧对于佢哋嘅肉类咧都十分之自豪嘅。除了有牛肉、羊肉之外，他们最出名的是马肉啊！吃完之后呢，冬天穿少两件衫都可以。而令我最念念不忘是牛扒，在那里的餐厅就是需要港币120元就可以吃到 700g 的优质虎头扒。那里的夫妇还要是一人一件那些 700g 的虎头扒，真的便宜到难以置信啊！除了吃肉之外呢，蜂蜜是一样你必定要买的手信来的，那里的蜂蜜是绝对纯天然很优质的。而我最推介就是买当地的白蜜糖，因为它是来自一个寒冷城市出产，是比较稀有一点的，而且对身体十分之好的。那怎样知道它是纯天然呢？在我们行山的时候就会见到在山脚下面有一架架车，那些是什么来的呢？原来是养蜂场来的。望住漫山遍野嘅花，我哋就知道佢哋有数之不尽嘅蜂蜜放题啊，系花蜜放题先啱。所以咧，佢哋绝对系100%纯天然噶。
不過要留意一點，我們有聽說朋友說無標籤的蜂蜜是帶不到出境的，所以我極度推薦你去當地的超市或者去商店買，那就一定可以拿出境了。好了，今集就介紹住這麼多先了，下一集我們會介紹吉爾吉斯五大必試特色名物，內容非常之精彩，敬請期待啊！大旅遊吉吉，拜拜！大家記住日後啊，好，各國最受歡迎的知咩？攀滑雪、影相，都是再嚟過的要。大自然的萬物咧，係隨住四季，四季講咗鄉下話，唔好意思啊，我再過。最後，若大家識嘅啊，得。最後，若果係得。就是我哋喺行山嘅時候咧，喺腰腳嗰度咧，喺腰腳啊！啱啱咪中間有啲痛，我唔識啊！我真係做唔到啊！